美国生物学家康妮来到坦桑尼亚巨蜥的家乡，观察它的习性。在这里，巨蜥俨然是一个偷食高手。每年冬天，尤其在12月和1月，巨蜥都集中猎食小鳄鱼，并在沙里挖洞找鳄鱼卵吃。巨蜥虽然是独居动物，但狩猎时却一块行动，通常是一只巨蜥引诱母鳄鱼离开卵窝，另一只巨蜥就乘机下到窝里偷卵。但年幼的巨蜥用这个办法很少成功，越大的巨蜥成功率越高。在团体协作下，巨蜥很快就能偷到鳄鱼卵。50个一堆的鳄鱼卵，大巨蜥一次能津津有味地吃掉一半。但他们难得有时间吃掉全部鳄鱼卵，巨蜥偷袭鳄鱼窝却对控制鳄鱼的数量起了作用。在坦桑尼亚国家公园里，鲁菲吉河是多种候鸟的栖息地，有来自北半球的鹳，还有许多当地的鸟类在河岸筑巢，它们为巨蜥提供了丰盛的美味。巨蜥是怎么找到那些藏匿卵的地方呢？它并没有千里眼，是靠悄悄跟踪母鸟的气味找到的。巨蜥狂吃鸟蛋的情景让康妮明白了，巨蜥的入侵对佛罗里达的鸟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。对巨蜥来说，像这样一只鸟蛋绝不是很容易吃到的一顿美餐，尤其是小巨蜥，它们吃鸟蛋时效率总是很低。由于嘴不够大，它们通常无法吞下整个鸟蛋，因此不得不先把鸟蛋打碎，即使失去最宝贵的营养也在所不惜。I suspected and here's the proof. The lizard is a perfect egg thief. Very fatal for the bird population since the lizard eats more eggs than he normally would eat. 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酒特约之《锵锵三人行》。